大家好，我是今日小龙人，今天为大家演示一下小白龙七龙的一个安装以及工作效果。七龙分为两套刀具，一套螺链七龙刀和一个拢银器。螺链七龙刀安装的话，削孔位置对准机器内侧，然后刀尖向后起到一个锯土的一个作用。接下来我们安装螺链七龙刀，首先拆下行走轮，安装螺链七龙刀，对照削孔安装削钉。刀具与刀具一定要相对称。接下来我们安装起拢器，抖音。